月季中的雪山系列，花店里的切花玫瑰，杆粗刺少，花瓣厚实，花期长，抗性好，适合新手养护。一、韩国雪山，亮眼的富色玫瑰，既有艳丽的桃红色，有雪山本来的白，即性感和清纯于一身。二、桃红雪山，大花头且花型紧凑，花色甜美，勤花且直立性好，分支性好。三、蜜桃雪山，温柔的香槟玫瑰，花瓣柔软，花量大，花型大，花期长，直立还非常风花，耐热性好。四、粉雪山，高级的灰粉色，花色柔美，花瓣有质感，展示快，开花性好。五、白雪山，经典的白玫瑰，植株不高，很勤花，花瓣厚实，花量大，花期长，耐热性好，夏天开花表现也很好。